之后还是陆之远带我找到的。马克兄，我没有想到你还会来。你要去沈家？是啊。他去沈家干什么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来啊。你看，这里是陆家，从这里走，哎，再走，这里就是沈家。不懂。哎，真蠢。看好了，这里刚好，从这儿走，这里就是沈家，懂了吗？我就不信你能看懂。不太懂。哎呀，能看懂就行了。真没想到这样你都找得到。你脸上怎么会有脂粉？看你这会怎么说。我刚刚去了一趟青楼才回来。青楼？你刚离开我家这会儿就逛完青楼回来了，你这速度有点快啊。哎，你这个不能人道的东西还说我快。你不能生 baby 啊。你这个洋鬼子怎么什么都听得懂啊。原来我的小茉莉一直寂寞一人，我要去陆府救他。别！这不是我送你妹妹的珍珠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怎么会在我这儿？你说呢？陆之远不让兰儿收礼，兰儿转送给我的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妹妹嫁给这个修毒技巧不能生 baby 的恶魔呢？因为他是茶道第一人。哇，没想到这一辈子能在你嘴里听到一句实话。陆之远，你敢跟我决斗茶道吗？